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新的单元很快就要来了，回顾犯罪现场。在全球各地每天都有不同的悬案一再的发生，为了找出案件的真相，需要关键的破案证据。犯人透过录像将无所遁形，抽过的烟蒂也可以是破案证据，当然还有指纹以及重要的 DNA 比对。我们现在将它组合起来，重回犯罪现场。社会需要正义，游戏狂人犯罪现场，重拾你的良知。